身着盛装的晚清贵妇究竟有多美？第二幅图，陈飞彰显东方女性之美。瑾妃身穿盛装的刘琏，她是光绪皇帝的妃子，同时也是清朝有名的胖娘娘，外号月饼，性格沉稳，相貌性格远不及珍妃，一直备受光绪皇帝的冷落。末代皇帝溥仪登基后，尊勋为监挑皇考瑾贵妃，宣统逊位后，上徽号为端康皇太妃，溥仪还要喊一句皇阿娘。珍妃穿着盛装的刘琏，容颜清丽，气质典雅，极具东方女性之美。光绪十四年，光绪帝的选后大典上，珍妃与瑾妃同时成为光绪帝的妃子。隔年元月行大婚，去国文备成记载，为珍妃生性乖巧，讨人欢喜，攻汉末，善齐，日是皇帝左右，与帝共食淫乐，德宗有宠爱之，可见珍妃备受宠爱。德王和福晋的刘琏，福晋身穿盛装，一颦一笑尽显雍容华美，她的容颜不输清后宫的妃嫔，是难得一见的美人。当时清朝满族不和外族通婚，沿袭下来，后清朝晚期的女性大多很一般，这位福晋容颜真的很是出挑，郭布罗婉容。1906年11月13日出生于内务府大臣荣元府内，达斡尔族，正白旗，她是一位典型的名媛闺秀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她的美名在贵族圈子内闻名遐迩。1922年12月1日，年仅16岁的婉容嫁给了末代皇帝溥仪，成为了清朝史上最后一个皇后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